2点，我们进行第21回合的劳资双方的一个这样的协商会议哦。사측资方。공장재가동은없다。重新重启生产线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다른안에대해검토마련하는데노력중이다。除此之外，其他的方案我们正在努力的提出。주에서도안을제출해달라。那하이디스공회的工人也请你们提出你们要的方案。노출。劳工代表。지회는아노조는재가동을한다는입장이다。我们的工会的立场，劳工的立场还是跟之前一样。어떤안이든사측이제안을해라。我们要的不是你们提的这个前提的方案哦。사측이안을내야대화를이어나올수있다。如果你们今天不提出一个就是合适的方案，那我们接下来的对话也没有办法继续哦。사측은아직도제공장재가동은없다고대안을검토중이라고앵무새같이같은말만반복하고있습니다。现在资方一直反复的挑战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说可以提方案，可是前提是这个方案是重启生产线之外的方案。우리에게다른대안은필요없습니다。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오직정리해고를처리하고공장재가동을하는것입니다。我们的诉求始终如一，撤回官场，撤回解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案。这首歌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说，哈伊斯工人跟一般的劳动者一样，每天在工厂辛苦的劳作，可是最后却被当成破鞋一样丢掉了。现在劳动家庭们당하지만않고당당하게노동자정신을가지고실체하게내일을열어가겠다는내용입니다。即使是这样，那这首歌最后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它是明日之歌，就是说即使受到这样的对待，劳动者也要正正当当、堂堂正正的活下去哦。2015年7月16日，桃园航空。2015年7月16日，在桃园机场。아름다운한국하이디스노동자들이타우엔공항에도착하자마자이민소사람들경찰참으로낯설었습니다。我们하이디스工人们一抵达台湾的桃园机场，立刻就感受到了非常陌生的气氛跟非常直接的一个就是移民署跟警察的这个视线哦。저에게타이완에서하이디스원정투쟁과함께할수있는기간은30일입니다。那我常在想，这一段要跟하이디스工人一起抗争的时间只有30天，在台湾哦。30일동안어떻게해야영통유그룹이하이디스공장폐쇄를정리해고를처리할수있는지틈새를만들수있을까머릿속은온통그생각뿐이었습니다。但这三十天，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头，我应该要怎么做才能让永丰余集团撤回하이디스的官场解雇？我想了很久。매일아침부터저녁까지농성장을지키며잠을자고영풍유그룹과관계된회사들을찾아낯선거를헤매고말도통하지않는타이완시민들께하이디스의억울함을호소해야했습니다。那从来到台湾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们守着露宿场，不管白天或晚上，在街头，我们必须要跟台湾的市民朋友诉说我们的困境，也必须要面对那些我们非常害怕陌生的视线哦。도대체노동자들은시키면시키는대로일만했는데자본가들은언제까지노동자들이렇게거리로삶의벼락끝으로내버려야하는가？可是，在这个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工人照着老板的要求的命令，什么事情我们都照着做了，可是为什么最后我们还是要被推向悬崖哟？永丰的何秀川，扛着吧！何秀川，你快点出来！101등꼭대기에올라소리라도지르고싶었습니다。那这个声音我真的希望可以传到像是101大楼最顶端这么远哦。只要你们韩国的兄弟姐妹愿意来敢来踏入台湾，
都是我的中华电信工会的好兄弟、好姐妹、回家的样子。同学们，다시대만으로오겠다면저희시국처럼이렇게지지하고항상옆에있을겁니다未来我们一定会用海底石抗争这一段，来告诉我们所有劳工，政府如何来骗财团欺负我们劳工。저희투쟁의과정에서제일보여주고싶은게바로대만정부그리고사측에게보여주는게저희노동자가그만이렇게그만있지않을것입니다虽然你们是少数人在台湾，但是那个画面说话的时候是很感人的。아주짧은시간이었지만근데그화면방금동영상보시다시피단결하고그화면아주좋습니다所以这个画面绝对会影响我们有感的那个劳工，来感受到政府如何来偏袒财团照顾劳工。我代表全国官长联建的所有的成员，我们祝福海警工人这场是战争会胜利，我们也祝福我们台湾的工人在抗争这个过程中都是胜利。谢谢，西黑有为引动，恭喜你，好，谢谢你们，欢迎你们参加这一季。여러분의소중한봉지에잊지않겠습니다